本期讲解一个短距暴力玩法，视频号搬运连队见收益快，穿小白月入10000以上这个项目。啊，简单来说就是我们在视频号等平台发布短距视频，但是视频没有结局，从而吸引用户观看后续，用户通过点击链进去观看后续短距，那么需要充值啊，我们就拿它佣金，并且佣金比例是可以提升的啊。我们做的就是这一个赚佣金的这一个项目，这是下载之后的整套教程，包括这个项目介绍、项目准备、项目实操、暴力玩法啊都讲解啊，还有一些收益图。如果需要本套课程的话，大家同样打开视频说明区的这个网址啊，这个网址，然后搜索标题的关键词，比如说是短距暴力玩法，就可以直接下载本套教程了。